黄姐如雾，蒙儿来京城一半月有余，吾与蒙儿都甚是想念你们。因黄姐不在，蒙儿心知见长，其画技之卓越，身形之矫健，国策之洞悉已初见端倪。皇帝思及蒙儿乃将门之后，日后国之功骨，断不可念其年幼，疏于教养，误其天赋，故意将蒙儿交托萧齐言、宋英章教养，习练拳脚，强身自立。但皇帝顾念皇姐爱子心切，此事还望与皇姐当面细细商议，盼皇姐见信速归。皇帝心诚相上。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蒙儿被星辰送去军营了。哎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呢。蒙儿送去军营，管教管的挺好的。夫人呐、啊，军营是什么地儿？你没去过，我去过。你知道军营多恐怖吗？他一个小孩子，他怎么能受得了啊？哎呀，他一个男孩子，他就是应该好好去管教管。不行！明天我们就要回皇城。回什么回啊？他跟皇上待在一起。锻炼锻炼无妨，是不是？好，别担心啊，他是你我的孩子，有着将军的血统，肯定没事的。不担心了啊！好，不担心了。也是啊。你看，这鸽子不是来了吗？我来。肯定没事。快看看。肯定没事。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千封信，蒙儿在。1000封信。夫人，这个。1000封信。对不起。你是3岁小孩子吗？啊！你竟然私藏星辰给我写的信！我别跟我说。夫人，这1000封信呢，我藏起来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游玩。再说了，我们的关山游记还没写完吗？里面那么多地方都还没有去过呢。而且呢。王二跟星辰待的我觉得还不错，去军营呢也可以锻炼锻炼，对不对？如此良辰美景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生个妹妹？走吧。夫人，最近我这个腰。哎，也别说话。慢点，夫人。哎呀，别说话。